你好，您好，我是机器人小薇，我会信息咨询类服务、投融资服务、创业辅导服务。把投融资服务。您好，您想咨询具体哪个服务事项？投融资服务信贷类问题、投融资服务担保类问题、风投概述。投融资服务信贷类问题。您好，您想咨询具体哪个服务事项？信贷概述、贷款基本条件、贷款适用范围、贷款申请材料。什么是信贷概述？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货币借贷行为。广义的信贷是指金融机构存款、贷款、结算的总称。狭义的信贷一般指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，信贷不是指信用贷款。窗口三。您好，请跟我来。我回来了。您好，请跟我来。您好，您已经到达。我回来了。